学在问说 SnippetX 可不可以抓特定画面的巨幅，可以，但是你手要很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是看一段影片，假设这里我是在播影片，那你在播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啊，会有什么问题？你按下去到它开始抓，是不是中间会有个落差？你巨幅的很快哦，按下去有没有它就定格了？但是你如果没对到，你是不是重新还要再播一次？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嘛，所以我会用其他的软体，就能够看 GIF 那个内容的软体，我就找到我要的那一张，直接从那边取出来就好了，这样会比较容易，因为通常 GIF 不会太短，啊不会太长，好就不会太长，这个是会建议你如果要用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用会比较好用，好，这样了解，好，那最后给各位看一下。我既然有准备这个，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啦。就是在这边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上课会需要一个东西，叫做实物投影机啦。有没有？实物投影机，像这样子，你也可以搭配，像这样给你看，我们这个，这样是比较容易。对不对？这个是 3D 列印的，这样比较容易。所以最后我可以问问同学吗？送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在我部落上有介绍。这个这样是爱心，对不对？乐高有在卖这个，可是我们自己 3D 列印设计一下做大的，跟你阿纳达分开的时候就像这样子，见面的时候就合在一起。哎，这是钥匙圈好不好？所以那个没有 Anada 的不适合拿这个，你只适合拿这个加油，有没有？但是没关系，加油可以送一支，送一个好用橡皮擦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来来来，我先问一下，有没有同学要分享一下？你觉得今天收获最多的是什么？你自己每个人感受不一样，有没有人要回答的？没有，你连这个要用我用随机抽人，这样不好哦。自愿的自愿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要分享一下？时间快到了，有无？都无。这个我有带钥匙环呢，等一下会送给你。哎，老师都这么有诚意的。有没有同学要分享一下？给你，给你了。哎，这是宜兰买的，你要这个还是那个？那真是我的好帮手，有没有？好棒！这个就是那个啊，那个我们以前不是那个铅笔，都是那个哪一个牌子的？玉兔的。哎，他现在在宜兰变观光工厂，就像这样，有没有？早睡早起，身体好吗？还是你要再来一次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同学要分享一下？都没有，那不得已我就只好用那个，还是你要在这边分享，也可以啦，但是要署名一下才知道你是谁啊，不然怎么送你？好了好了，不然你用这个好了啦，看谁第一名先上来，好不好？都没有，我就送给这两位喽，可以吗？好，第一个是谁？第一个是谁问的？应该可能是后面。那位吧，是吗？啊，是你问的，是吗？他努力答，他自动不理我。啊，这个呢？这是谁的？谁在问的？没有，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都是你吗？哦，不是我啦。哦，你说我在打字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说这个，这两个。不是，不是我。不是哦，哎，真的嘞，没有人想要哦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很难搞，算了算了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有录影哦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，你就加上去看哦。那我东西要带回家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下课咯，拜拜。